不愿意那就算了。究竟知不知道如烟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那下个岛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分明是发了事情，为什么全不知道？谁说我是发了事的呢？你既然不是发了事情，你为什么手上要抱着琴？我喜欢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，你少装疯卖傻。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好一点。没想到你还是关心我。我怎么会不关心你？可是小狗子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。放过我，我要问你一件事情。石青这辈子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呢。我问你，小狗子他究竟是不是你的儿子？说呀，他是不是你儿子？当然是。那他父亲是谁？是你呀，是你自己的儿子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放过，事关重大，你可不能乱说话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小狗子要不是你儿子的话，答应我的乾坤两仪剑法呢？拿去。准备。我要走了。他是谁呀？谢烟客。谢烟客？哦，就是把天魔锁在天魔洞里的谢烟客。大概是吧。哎，我现在走了，不过我还会去找你的。哎，老伯，我跟他只是……跟我回摩天崖。Thank you.
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小狗子。我不是小狗鸡，谁是小狗鸡？小狗子身上有梅山二老送的小泥人，你拿来给我看看。我没带在身上。那你放在哪儿？在洞里面。你去拿来。好，我拿来给你看看。慢点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吧。放在什么地方？我藏在岩缸里面。拿给我看看。好。把他安顿下来再说。好，来，队长，队长。师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总不能让石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吧？这样吧，一刀，你留下来照顾石夫人，我和万旭去救秀儿。白伯伯，我不能留下来啊！你去了也没用。再说天魔认识你，他要是知道你没有带兰花剑的话，必然会大怒，这对秀儿来说很不利，反而误了大事。这，白师哥说的有理，天魔并不认识我们，所以他不会把我们跟阿秀当成是一路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见到天魔也可以见机行事啊。白伯伯，你一定要救回阿秀啊！千万不要让天魔吃掉他啊！你放心，我是他爹，我比你还疼他。我们走吧。
来吧。哎，我爹呢？你爹？你爹不是去天魔洞救你了？怎么，他没遇着你啊？哎呀，糟糕，一定是在路上错过了。我去找他们去。慢点。有什么事吗，师伯？啊，你不用去了，他们找不到你，自然会回来的。不，天魔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我不放心爹。师伯，我走了。慢点。我叫你不要去找他们，你听到没有？师伯，你怎么啦？脸色怎么变那么可怕？秀儿，师伯的意思是说，叫住，好，干得好！有这丫头在我们手里，凌霄城就可以改名为西屋神宫了啊！你这一个兔崽子，真是不知死活！你跑进我天魔洞，你还想活着出去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行啊，月儿，大娘，你受过伤，伤口还痛不痛啊？怎么叫我大娘？你不是玉儿，你是梅芳姑的儿子。对，大娘，人是我来的，我能见面叫梅芳姑吗？
我人在哪里？你快点告诉我。走开！大人，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？你知道我的手是怎么受伤的吗？是被人家砍伤的。你知道是被谁砍伤的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想砍你的人一定不是好人。你说对了，他是个坏人，他勾引别人的丈夫，追杀别人的妻子，还跟别人的丈夫生了不该生的孽种，他是最坏的女人。大娘，他是谁？告诉我。他就是你娘梅兰姑。不是真的。这都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名副其实的狗东西！不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不要说！娘，你在哪里？娘。为什么是个坏女人？你为什么是个坏女人？你为什么是个坏女人？这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这是当年你最喜欢听的曲子。范姑，我不是来听琴的。我知道，你是来看我的，就好像当年。你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，骑着一匹好高大的马，还带着我最喜欢吃的栗子枣糕。范姑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害你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说孩子是我生的？孩子本来就是你的，我都已经发过誓了，为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呢？可是我跟你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跟我没有关系，那孩子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又没有去偷人呢。放过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既然你不喜欢听我弹琴，那我走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让你走。你为什么要娶那个小妾？我恨你！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娶她，因为我喜欢她。不同，放过。那个时候你还小，我是把你当成自己妹妹一样的喜欢。就为了你一句喜欢，我牺牲了我一生的青春，
妻子，你可以不必再胡闹。我胡闹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是在胡闹，我是恨。我把我的恨刻在心里，我把我的恨刻在脸上，你看。放过，你这是何苦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会叫你快活的，我要让你尝到更大的痛苦。石帮主竟然连自己的身份都给隐瞒了。春风楼？哦，春风楼是吃饭的地方吗？在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春风楼是什么地方别人不清楚，难道你石帮主石破天也会不清楚吗？这位大姐，你们真的认错人了。我不是石破天，你们所说的那个石破天，他本名叫石中玉，而我是石一刀，我本名叫小狗子，因为我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很多人都把我们认错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心情好烦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现在走了。完全不一样呢。凤姑娘，这个人可真有趣，你才问了他一句话，他就差点没把家谱都说出来了。凤姑娘，我看他是长乐帮的石破天没错，我那会跟去看看。宁儿、杏儿，你们的话越来越多了，小心我告诉老菩萨。凤姑娘，我们下次不敢了。我们走吧。是。其实大娘，我能得罪你，我现在赔罪好吗？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你千万不要恨他。我当然恨他，我恨不得他死。大娘，我能是个疯子，他已经够可怜，他做每一件事情，我想都是不是他心里想做的。我是他儿子，我明白，我相信，不是像你所说的，他会那么坏。你给我走开！我看到我就有火。大娘，我不能走。爸爸，我叫护理的。如果现在走了，就是失信。大娘，你不要赶我走，你行动又不方便。我在这里可以帮你递过茶送过水也是好的。你说什么？是白万剑要你照顾我的？对啊，是白伯伯还有夸姑姑。那他们到哪儿去了？
哎，师哥，你认为石忠玉会把阿秀带到摩天岭吗？现在什么也不敢说，只求阿秀不出事，我就谢天谢地。照顾谢大侠，我在摩天岩附近找石忠云的畜生。好。哎，白师哥，谢大侠醒了耶。谢大侠，你认得我？我是白万剑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？是谁伤了你？
我听到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万马堂堂主马占奎接了法厄令。马占奎接了法厄令，那他是要去侠客岛了？才怪，这是他的缓兵之计。何以见？这几天万马堂的人倾巢而出寻找兰花剑，凡是带剑的人都是搜查的对象。兰花剑救天魔？对，万马堂要找天魔，难道是为了对付侠客岛？马占奎能够想出这个计策，可见得他是棋高一招。但是兰花剑久绝江湖，想要找到他，也好比是海底捞针呐。就算他们找到兰花剑，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此话怎么说？副帮主，我们不妨以逸待劳。万马堂找不到兰花剑便罢，一见他们找到兰花剑，我们就伺机下手，等我剑救出天魔。如此一来，天魔必然为我们效力。我们有了天魔，还怕长乐帮没有重振之日？有道理。还有，说下去。马占奎接了法厄令，拉远兔巴势必前往侠客。到时候万马堂群龙无首，我们自败，如此一来关东的势力岂不尽归我长乐帮了？好极了，无罪，我心里的事都给你猜着了，真不愧是我的心腹。我长乐帮重整之期指日可待。副帮主，你有一桩心事，属下还不明白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你为什么不杀了石破天，反而还要救他回来？当初是他接的法厄令，我当然要留他个活口，否则到时候我派谁去啊？无罪，今非昔比，如今你是我的爱将，我怎么忍心看你去送死呢？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的。我知道，你想上侠客岛为你爹娘报仇。你放心，只要我们找到兰花剑，就可以把侠客岛主引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要杀要剐，任凭你处置。石中玉，我也可以把他杀了。以谢他回我长乐帮之恨。多谢副帮主，属下但能为爹娘报仇，今生今世用为副帮主不二之才，纵然粉身碎骨也万死不辞。好，好极了。起来吧。石中玉这小子诡计多端，我可以留他个活口，但是我要废了他的武功。北海石，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了，可惜用在我身上，算你瞎了狗眼。不是口舌之力，待我拿下你再说。没有没有，霍帮主，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啊。让他多活两天，等我们找到了兰花剑，再取他的狗命也不迟。疼就喊出来，人是肉做的，我不会吓你的。你不用管我，我要你动兵不是好游戏。白大侠呢？去摩天崖了。去摩天崖做什么？他去找石中玉，确定一下他死了没有。
他并没有死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没有找到你儿子尸首，所以他并没有死。白大侠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因为他怎么了？感情你还不知道？这就是你儿子干的好事。石大侠，你知道吗？石中玉挟持了阿秀，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我石青在你们面前立下重誓，我若是不杀石中玉救回阿秀，我誓不为人。告辞。石大侠，一身光芒磊落，怎么会生出这样子儿子呢？大师，你留在这里好好照顾谢大侠，我下山找一刀，把秀儿的事情告诉他。阿秀要是没事的话，他会回凌霄城。我跟一刀碰过面之后，立刻就回去了。你要好好照顾谢大侠。我走了。去过玄树庄就该回去了，都是你叔的鬼主意，要到关外去采参。你看，这一绕就绕了一个多月，回头见了师傅啊，不挨骂才怪呢。师兄啊，放心吧，师傅他老人家喜欢老三参，这回我们替他采了一大包回来，他老人家看了之后啊，非但不会骂我们，而且啊，相反的，他会说我们孝心可嘉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临到山门了。哎，师兄，怎么静悄悄一个人都没有？师弟。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了。不管他，进了大厅再说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你是谁？西屋教主。你到我凌霄城干什么？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凌霄城。这里已经改名为西屋神宫。我师父呢？听说还没回来，所以我正在等着他。是谁让你进来的？他。风师哥，我现在已经是西屋教的人，不再是你的师哥。好啊，你竟敢勾结外人，欺师灭祖！师哥，我们把他拿下。好，杀！杀！杀！别动！别
你别费事，我是不会吃。大娘，不吃不行啊，你受了伤，没有力气，吃一点稀饭可以恢复元气的。大娘，你尝尝看，我煮的稀饭还是好吃的，来，拿开。大娘，我娘的脾气比你坏多了，可是啊，她每次发脾气的时候啊，还是喜欢吃我的稀饭呢。可见呢，我煮的稀饭是多好吃。你吃一口，吃一口就知道了。来，来，你少进去，看到我就有气。大娘，你为什么那么恨我？我当然恨你，因为你是没放过的儿子，你是我丈夫，在外面生的孽种。更因为你跟我儿子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儿子处处惹祸，而你却装得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处处跟他作对。哼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你是想帮着女儿讨我丈夫的欢心，好让我丈夫杀了我的儿子来承认你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我一句也听不懂啊！你少装傻！难道梅芳姑没有告诉你，我的丈夫就是你的爹？你的丈夫就是我的爹？你爹就是石青。你给我出去！现在就给我出去！大娘，你让我等八伯伯回来，我再走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要是不走，我走。哎，大娘，你不要走，你好好躺着，我走好了。我就才骗我，我爹要是真的是西太侠，那该多好。